民宅旁的这一棵肉桂树，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却引来民众围观。走近一看，没有错，这棵树竟然喷水了，水柱不断向前喷出，就像装了水龙头，时大时小，神奇现象让屋主看了啧啧称奇。我太太讲：“哎呦，哎，树下有出水哦，讲啊，你不要骗我了。”我就看：“哎呦，真的呢。”亲友捧着水舔了两口，说没有咸味，不是海水。一旁游客也好奇，接了一杯，大胆喝下，没有味道，就是跟一般的自来水差不多。水电师傅调查后表示，不是自来水管破裂，也不是地下水层破裂，没有咸味。不是海水，只能说真的好神奇。乡里习惯让游客直呼好神奇，也成为另类观光景点。记者潘正贤、吴逸轩综合报道。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，秘制独家配方，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，将严选的大干贝、珍珠包、石斑鱼、菲力入酱，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，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，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， 就能够享优惠，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。